我很佩服吗？就是因为他把这个家照顾得很好，才可以让你们安心去做自己喜欢的事。妈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还有什么事要做？我是想说问你，要不要跟我去超市买点东西啊？你要带我一起去吗？没关系，你不去没关系。不要去，不要去，我当然要去。这是妈第一次带我出去买东西。这么开心。